十三哈，六六柱香，先拜天公，玉皇大帝哈，拜完了哈，就是叫阮天公哦，唱三转休，唱三转哈，拜完了拜妈祖，好妈祖，妈祖拜完了拜天下水仙尊王，啊，再拜四海龙王，好，妈祖是海神，水仙尊王你讲水到阮就港大，阮有个长条港嘛，港大不运河，运河河大，你讲说这河神，河的保护神那一刻，妈祖是海神，你是河神。你要再去拜四海龙王，好，家丁观众拜完了，咱们好，一掌一掌哈，好，一炷香哈，四海龙王很简单，它是掌控天气的，你再约一个红牌西海龙王够，你要再去管理它，南海龙王控制，你要再过了过后，东海龙王控制，这是它掌控气候，所以我家是安平港，所以是码头功能，我家白旗是用港最有关的，海和气候。所以我家不变，我家不住这两年，我家不准备搞，我家要卖掉，我家都没，我家是看在是你打因为是搞拍照，所以都拜他自由关系哈。今晚妈祖拜完了，我拜今天太岁，哈，今天太岁绣三百回，今天是绣三百回发财岁，绣脸啦，哦，明年，今年还是跟老师绣脸的。对，我们家做干事，做十二期，吼，还是迄个一干。